大家好，我是歌手王源，很久没有这样正式的跟大家打招呼了，算起来我也很久没有正式的在舞台上唱歌了。去年我的第二张个人专辑《夏野》了上线，其实从开始写、开始制作到最后上线，包括到后面的实体专辑开始上线，这中间这一个期间，其实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挺大的挑战，因为时间长度也跨越得很大，然后也遇到了种种的问题。非常感谢大家的喜欢，到现在所有东西都已经摊开铺在大家面前之后，大家会发现这张专辑到现在我还没有完整的表演过它，所以从专辑到后面我一直在思考有没有什么机会，有没有可能来弥补这个遗憾，然后来有一次完整的舞台呈现，所以这也是现在为什么我会在这里。我现在在海边，想趁着今年的夏天还没有到来的时候，来弥补去年夏天的遗憾。想来这里给你们唱唱歌，然后，对，没有然后了，就这样吧。